各位朋友，请不要把身份证随便交给别人。即使要入党的话，我们将来会依法处理。所以我们因为我们方法还没全部弄好，然后那个网站还没建好，所以请大家稍安勿躁，千万不要把你的身份证随便交给别人。OK， 好，谢谢大家。